说到的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遗迹、宏伟的石造建筑、精雕细琢的微笑高棉，都让人印象深刻。事实上，联合国最新报告也指出，衡量收入和寿命等等的综合指标，柬埔寨是全球人类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不止数字会说话，大全纪录的采访团队继2014年之后，我们再次踏上了柬埔寨。走进商业金融重镇的首都金边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的高楼拔地而起。近年来外资涌入，带动了柬埔寨经济成长率年年突破7%。只是高耸大楼的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巨大的贫富差距。柬埔寨1500多万的人口里，有13.5%，超过了200万人，依然是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石、浮雕、宝塔，层层高叠，诉说着吴哥王朝璀璨的过往。低眉、抿嘴、静谧、慈悲善目，寓意着微笑高棉富足的国度。吴哥窟是世界遗产之一，也是所有人对柬埔寨的第一印象。吴哥窟位于暹粒市，柬埔寨的北方。因为吴哥之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人前来朝圣。然而，在千年遗迹的背后，富裕丰足的微笑高棉却离柬埔寨子民还有一段距离。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水镜华区，金边的信义计划区，周围的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紧邻着湄公河畔的水上人家，却是一个金边两个世界，看到的尽是贫富的差距。将近38度的正中午，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桶干净的水，洗个澡。
穿着衣服洗净全身，这是邓奇塔的清洁方式。从外省移居到金边乐色山旁的村子，邓奇塔一家三口靠着拾荒为生。现在住的房子是非政府组织所援助，但每个月仍需缴交6万柬币，约15块钱美金的土地租金。没钱买菜，只好跟邻居借碗腌菜，撒上味精，配上一大碗白饭，就是一餐。金边是唯一的垃圾山，外围住着约400多户移居而来的外省居民，大部分的家庭从早到晚轮班拾荒。累积个3-4天，收入都还不足4万柬币，10块钱美金。然而，拾荒的生活除了得面对经济的压力，还得与生命搏斗。柬埔寨拥有1500多万人，其中就有超过200多万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下。尽管近年来经济起飞，但是高楼林立的四周仍然存在着上百个贫民窟。其实这一切都得回溯到半世纪前。从二次大战开始，柬埔寨饱受外敌与内战的蹂躏，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与恐怖时期让它严重受创，人民也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生活因此一蹶不振。直到90年代后，政局稳定，各国的 NGO 团体随着联合国涌入柬埔寨进行援助。刚刚逃下来，八个人，还有一点迷嘛，还有一点迷，能改来了，这个不可以改了，只有另没有办法救了。1994年，柬埔寨旱涝不调，民不聊生，在当地台商的牵线下，来自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走进了柬埔寨。我们是以最诚恳的心带来一些白米的一种帮助，除了白米的帮助之外，我们最大的就是
以最虔诚的心来祝福各位。连续三年，慈济志工足迹遍及重灾区，直到1997年，因为政局动荡而中断。2011年，再由季宇师兄，那是新加坡顺和师兄这样子，他们进来季宇师兄心灵讲座，然后顺和师兄在这里牵引、接引这样子，所以应该是柬埔寨慈济是2011年再衔接回来。台湾的佛教慈济基金会创办人正言上人，不忍各位乡亲原本辛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相隔17年，牵起乡亲的手，扛起大米的身影未曾改变。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柬埔寨三国慈济志工共同牵起了这一份珍贵的缘，也开始一步一脚印地走入金边每个暗角。这个是他现在住的地方，是他们家卖给别人，那人家可怜他，留一块，留一个小房子给他住这样子。然后他躲在这里做什么？坐这里，不要那么热。啊，他怎么会到这里来？我那里可以吗？素杰10几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双亲陆续往生后，只能靠邻居的接济与乞讨独自生活。这是他住的地方，他煮茶的。这是姨给他们住，这个是阿姨的，阿姨给他住的。最近他有没有怎么样？还好吧？那个这个，觉得他还好吧？他说只是有感冒和头痛。感冒和头痛，也很感恩他啦，他帮忙照顾。对我们在这一区要发放这一区，他给政府给我们名单，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访视，就访到这里来了。我们在访视的时候分 ABC 三级 ，A 级就是不发，因为他家境还好 ；B 就是发 ，C 就是准备开案，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下去。Subscribe， 有事喝 Subscribe。阿弟。阿弟，买椰翁。哎。做个皮买单，做个皮包买单。他去做工啊？帮做工，帮做工。哎。哼的天呐！哦，耳朵。还看那让别天哼啊了，天热了毛毛满了。大面子啥？他们了钱吗？你话哎，等哦，60、50嘛，为不赔哎，等浪费哎，啊来，等这个哦，为浪哎，为来哎，要等。ออนามันใช่มั้ยที่จะทําไปอึ้งนําสาทําหัวไงสาทําเลยเชียมทําไปกี่ทีนําไปนําไปนําตะเปียบใบมกตะเปียทีเ
高龄八十的金英奶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但照顾奶奶的工作却落在既聋又哑的孙子身上。从事佛像彩绘的孙子每个月收入不到70块美金，经济拮据，连看病钱都得用借的。当初就是我们在发放的时候，访视的时候发现的，那我们常在一年多来的帮助，因为我们跟他讲祖宗岁月，他们也知道以后，他们也肯付出，因为他们这里本地都会供养法师，供养法师的话，他就说我法师来，我给他500，那我就存500给祖实际这样子，他是说一个平等，他也希望他能帮助别人。穷困的佛国子民，助人的心念一点也不少，在慈济志工的引导下，开始日日投竹筒，将善念化为行动。将当代海地的我们把这毛文献三捧西，恁到毛文被注意的第一，海地个我们个唔得，唔得，唔得，将将托阿罗布巴，用注意个呢，个个都用将，免熬个困难，个到免用来死熬，将免来熬，将到。免ตักแก๊บนักคือหยาเกมาเจเกช่วยขยมขยมให้ไอ้กรมจะช่วยเกวิ้งจงเกิดเคยจังเด้只要看袋子ตกเกสมชอวันนี่ได้ช่วยวันเกได้ไปเรื่องเกสมมากันเนาะคณีได้เรื่องเกควายเรื่องเกสมแบบน้องตูดชูละจนนักจองแต่งมวยเนี่ยทมเกอัดโยโย่แต่ตูดกีฉลาดอย่างนั้นเราให้เอาก็ยมมาว่าจูนแบบพาร์กยมเอาเกคละเนี่ยนาเกออดนะเอาเกใบกันโลปีกันโลไอ้เจ้ามันกันโลนี่คุณยานเคยเนี่ยไปเนี่ย这五年来，柬埔寨慈济志工可以顺利的走进乡亲的家中，抚慰与陪伴，其实是有原因的。那政府他们也想做很多慈善，而且这里的慈善单位 NGO 也很多，所以在第一年我们大米发放后，第二年再跟政府合作的时候，他们的青年团，我们跟大米是跟青年团合作，就是总理的儿子这部分，他们也蛮认同我们在推动，所以他们都会让我们去带动配合他们，他们的青年团跟我们大家互相合作。不做慈善，大家一起来。蓝色上衣，黑色裤子，这群年轻人来自这个半官方团体——柬埔寨全国青年联盟，帮助穷困的乡亲是他们的理念。มาในทางการบังการประชาชนอายุจนวันนี้คือบ้านบังการตั้งเป็นไงที่ปีธนูชนะมาป้อนหอยชัดสับผมใบไหมคือเยอะบังการในขนมดำนาการ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กัมพูชากัมพงแต่ท่านในขนมระบอบอะไร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ปอดหายระนาเสียอยู่จนนี้บ้านผมมองตรงที่นี่ดำใบจีจมไหนมุ้ยขนมการระดับประเทศเชียร์เจนปีระบอบอะไร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ในขนมดำนาการนู่นในเยอะดำนาการนี้ขนมสถานเพีย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ด้มีสักสันเดียบเพียบแต่หายยุ่งจนต้องเอามันบัดใจจำบัดกันกับเพลิงแต่สมรภูมิไม่ได้เอาไว้ได้ยิงกับพุ่งเพื่อคือยืมมันกันกับเพลิงดำใบประยุทธ์จมวยในกรุงพันธรายกันกับเพลิงดำใบประยุทธ์จมวยในการช่วยดาวประชิดประรด一个慈济，一个青年团，两个 NGO 团体，同一个发放现场，不分你我，细心的搀扶老人家，为乡亲倒杯水，都是希望让前来领取大米的乡亲可以感受到那份爱与尊重。
nghe xong lợi tôi phục vụ học lực này đi lực đồ hai nhạc tràn lực ở tràn lực tầng thăng nếu xong lợi thì mất phục mai anh sợ nó ưu thả nó nó phục mai nó mất trăm phục vui wow ai da miên phục mai miên ai da miên lực tầng thăng miên không sợ bài chất ra竹筒岁月环保教育是慈济的理念，提供乡亲的资料，号召更多志工加入发放的行列，是青年团的行动力。四年来的默契与尊重，看见爱的力量。大家互相学习，他们有他好的部分，他有他的 power， 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好的部分来带动他们，这是我们最主要。我们慈善跟教育是对针对居民，所以我们说跟别的 NGO 有的时候大家也互相学习互相合作，这样的可以做得更大，过得更好。ខ្ញុំមកនេះសរងអារម្មណ៍របស់ខ្ញុំសុបាយហើយរំភើបញាប់ញ័រអស់ហើយមិនដែលបានឃើញនៅឆ្នាក់នឹងឥឡូវកូនប្រុសកូនស្រីយកមកនៅទីនេះកលែងនេះគឺសុបាយក្នុងចិត្តនឹកឃើញឲ្យទុកភ្នុកក្នុងខ្លួនយ៉ាងម៉េចក៏យាយដោយបាត់ភ័យបាត់អារម្មណ៍ដែលដូចបាយជាមួយកូនចៅនឹងមកបាយទាំងលឺសូរសំរៀងបាយទាំងឃើញរបស់ទ្របរបស់ចៅនឹងគឺសុបាយទាំងមកចៅអត់កលអង្ការមាននិយាយពាក្យសរសើរគុណសម្បត្តិអង្ការដែលមានចិត្តមេត្តាមេត្តាជួយសង្គ្រោះមនុស្សក្រីក្រគឺមានសេចក្តីរីករាយអោយលោកម្ចាស់ទាំងអស់នឹងឲ្យជួបនៅសុខចម្រើនថែក្សាញាតិមិត្តជាតិឆ្ងាយឲ្យបានពេញបរិបូរណ៍ដូចដែលបុណ្យគុណធ្វើចឹងគ្រប់គ្រប់គ្នាណាចៅមានប៉ុណ្្នឹងទេចំពោះជារីករាយការសហការរវាងសហវិសាព័ន្ធជនកម្ពុជាខេត្តកំពង់ស្ពឺជាមួយនឹងអង្គការពុទ្ធសាសនាជើងជីគឺជាការបង្ហាញឲ្យកាន់តែពិភពលោកកាន់តែឃើញច្បាស់អំពីតម្លៃនៃមនុស្សធម៌ពិភពលោកបានឃើញអំពីការរួមគ្នារវាងជាតិសាសន៍មួយនិងជាតិសាសន៍មួយរួមគ្នាធ្វើអំពើល្អដើម្បីអ្នកដែលកំពុងតែជួបការខ្វះខាតដូច្នេះខ្ញុំគិតថាប្រសិនបើពិភពលោកឬមួយក៏ការចេញពីកម្ពុជាតម្លៃនៃអំពើល្អមានកាន់តែច្រើនយើងនឹងមានសន្តិភាពទូទាំងពិភពលោក一张张的笑容，仿佛回到千年前吴哥王朝的富足世界。慈善的价值，让这个饱受磨难的佛国子民重新感恩这个世界。ให้จังบีบเส้นแถวปีเป็ดเกมเมา
สมัครจัดจ้างออกเมียนเติมมือไอ้นายเอาหมออ๋อติยมได้มือพอยมเจตถอนชื่อมาไปไอ้เนี่ยครูมาไปยิงออกลอยสิตีทลายยิงออกเมียนลอยเด้1950到1970年代，柬埔寨饱受外敌与内战的蹂躏，紧接着又面临的历史上最黑暗的红色高棉时期。数十年的战乱让柬埔寨的发展条件严重受创，除了国家基础建设缺如，连人民的健康医疗系统也亟待填补。在柬埔寨的大城市里，通常会设置简单的医院，但是偏远乡镇经常是好几个村庄共用一个仅提供药物、没有专业医护人员照护的小型健康中心。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报告指出，在柬埔寨，每1000名出生婴儿当中有32.5个婴儿死亡。这个数字除了代表婴幼儿死亡率之外，也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健康水平指标。正因为如此，每年总是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医疗义诊团队走进柬埔寨，为无法看诊医病的贫困人家点亮一盏希望。这里是距离柬埔寨首都金边126公里的棒珍省，柬埔寨第四大城，是当地重要的水路交通中心以及贸易集散地。我们沿着柬埔寨71号公路往北走，50分钟的车程后，来到了橡胶生产重镇宗胶旅区。她是沈潘妮，64岁，30年前丈夫往生后，独自抚养3个孩子，儿女各自成家后，现在一个人在市场里卖粽子，独自生活。nhau nắng nè nắng nè ai nè con tụng mau bị cung phơ mau mau tụng mau lên nhau nay tụng nè ai con họ thì trong khu cà phê của quyền cả ai mau cho nè con nay chết nè cái họ thì đại xăng nhau họ thì đại xăng nguyên tiền này mà phần tiền ăn bao nè chị niên tè cái chị niên tè hà nâng cái hai ta có bao nâng vừa nãy công ma nâng công ma nụ có đây nâng nụ thọt có đây nè miền ấy miền chăng quân có ọt hộp ca của ọt miền anh kê hồi từ bố tè nè khơi lên phụ กันนัดกันดู什么都没有的家，只剩下挂满墙上的思念，早已破旧不堪的房子，让他必须搬到高脚屋下生活。可那个嘛，他们会得夹石头拉木瓦呢，那个门街地撇用木瓦，门用门街地撇。1 giây thả mắt tập hiệp phía nào chui dương nhóm bàn cho nay mà mơm cho nay bàn bởi cô ăn đây tình cô hộp thơ tăng ơn đi tăng ơn phân bởi cô ăn đó mình ơn tên dương cho nay dương tham tham tay dương dương hộp ngàn đi thấy tục ca tên mặc hầm thì khác như dấu máu thấy mà dương ơn đó 1餐1碗白饭是沈潘妮的日常。原本要生柴火煮饭的她，忽然告诉我们：“弄饭会得发达嘞，叫你，我那口怒熬么个难，我叫你熬么用好熬完来。”没钱，饿了就忍一下，但是生病了该怎么办呢？chọc nhà cô ăn cà phê trọc kê tập đi nhưng khi nông tư miền bàn cây cò nhóm miền bàn cây cò thì mưa tới xuống nhóm tay bước
rồi si ấy thích phê bên ấy cho thôi ở bên ấy thế bôi khi em bắt ai thì thôi anh chẳng bị sen khéo bị phê cái màu mặt chất chẳng ở miền tờ mưa ấy nè nãy ông mà ớt đấy nhưng mà đầy mưa không nhưng chỉ hết thoảng chứ bị ấy nè thu màu bị dùng ớt lôi cái tia thay dùng ớt miền lôi thế拥有13万人口的宗教旅区，贫穷的人病了，不是用民俗疗法，就是买成药。严重一点的，就只能够依靠村子里的唯一一间医院——宗教旅转诊医院。医院建筑老旧，尘土飞扬，没有空调与基本的医疗设备，就连急诊室都是开放式的空间。除了硬体设备不足外，经常看不到医生的身影。救护车司机主动开着车进村宣传，因为他知道乡亲们求医若渴。很久才盼来的一次义诊，乡亲们很珍惜。这群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台湾的慈济仁医会医疗团队，有人说英文，有人说中文，也有人比手画脚。多亏有柬埔寨翻译志工，乡亲们顺利看诊。坑孔，60岁，
背上的肿瘤因为没钱无法医治，就这样背着他15年。比他猫比他多就是说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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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比他多就是说他ยังปูน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เมาเนี่ยว่าเมื่อไว้เรียบตั้งบ้านเดือนบ่บ้านจังบ้านเคยท่าเจ้าเมาโดยเจียปลายเตี๋ยวดามาช่วยจังเลยมาทำมาเจ็บเบอร์จะมือตู้ตื้อเคยท่ากรุเป็ดผมรากรุเป้ไปเรียดอันเป็ดคออันนี้โอ้โหต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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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神仙一样的舒缓乡亲的病痛。同时也像母亲般呵护着每一位前来看诊的病患。爸爸，少爷再见。爸爸 ，Hello， 爸爸。哦哦哦！手套变气球，逗着孩子笑，安他的心。6岁的嘎嘎，因为村子的医院无法拔牙。就这样忍痛5个月。来自4个国家，还有加上我们柬埔寨，总共5个国家的大医王来到这里，然后他们是无畏的付出。像我们在这里，现在天气那么热，中午都是35、36度，每个大医王还是在那里流着汗，然后继续帮病人看诊，都而且那种态度让本地的居民都很感动，说我们那一种真的是无私，而且非常亲切。沈潘妮也来了，牙痛半年的她终于可以看牙医了。老大关就家去家乡，家乡的去好办好哎呀，办的住过半年好，然后上班又好多，人多。慈济义诊的第二天，一群同样穿着白色上衣的年轻人前来观摩学习。他们是柬埔寨总理医疗义诊团替打的医师。这里是替打的义诊现场，
慈济仁医会医师也前来交流，观摩当地义诊模式。I mean to stop the bleeding, the electric cautery. Oh, no. Cautery. Okay. Thai. Yeah, Thai. For painkiller injection. Like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因为 acupuncture here. No. 关节痛啊，他打针的了。It's a lipoma. Yeah. It's a lipoma. Yeah. You want to do it here? If you want to do, we can do that. Okay. And the local. Okay. Well, I see it. Another kind. Only lido kind. Yeah. And it is very close to the ulnar nerve.So has to be very careful, otherwise could damage the ulnar nerve. 相对更困难一点，因为它的灯光的设备，还有它缝线啊，或者是我们的常惯用的那些仪器啊，那个大概都不是我们所习惯的。不过这个就是要适应他们的一个状况。那把他们让他们也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做的一个情形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状况之下，利用现有的物资怎么去把它完成那个任务，那同时也能让对方的乡亲啊或者是对方的医师能够了解我们台湾这份的一个爱心跟技术层面，他们可以去我们彼此提升的这个地方，相互的合作与学习，为的就是舒缓乡亲们的病痛。其实促成慈济在柬埔寨的第一次义诊，正是替打。柬埔寨总理医疗义诊团由2400多位的柬埔寨医师以及实习医师所组成，平常都在医院帮病人看病的他们，利用休假日走入贫困的地方，免费为穷苦人家看病。ตามประเทศรัฐบาลยังก็ควรปรังไพรอภิวัตวิสัยแต่งวิสัยสกัดบ้านวิสัยเซ็งๆคนไทยได้ซายังจีบประเทศมวยตึมเงือปีสังเครียมจังประเทศยังในขนมสับเพียบมวยได้ลำบากจังยังถ่ายกาแต่งไดกูขนมรัฐบาลตั้งองค์การมนุษย์ทอดำไปช่วยก่อน塞夏，柬埔寨政府医院的外科医师，成为替打的志工已经4年。下乡义诊的喜悦，让他再忙都会抽空参加。当爱他志军将平成国的面共瓦卡的抗击武器，还接受将不当时话每代了，门吉泰军官，将国被的革命苦悲，就这个代。
bây giờ nè nom cam chi ba ban o rồi mình kết lại mình kết pi nên như càng nhiều máy chẳng là nắng thua ấy nè những con mình tụm lục trận chẳng là những cái thang nhom sờ bài trận này này sọc trận lấy hầm bóng pi liền trong sập bàn đá nó mà chui còn mà 相同的理念与使命，让柬埔寨总理医疗义诊团与慈济仁医会相遇时，更坚定了共同守护乡亲健康的信念。这一次来啊，可以说是收获很多。我们了解他们的运作，我们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运作，我们的理念。那么希望以后合作呢，能够更愉快。因为在这边目前的医疗不是像国外，像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话，当然是医疗很方便的，我们是没办法是说全医给他，因为一定是到医院。可是呢，因为如果有政府的合作，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话，会让政府是后续那个网诊可以再帮助他们。在柬埔寨这片土地上，再一次的看到一加一无限大的爱正在生根发芽，期许这份爱能够遍及柬埔寨的每一暗角。自助忍助，这个汇聚了超过5000个 NGO 的国度，近年来因为政局稳定、经济起飞，政府也开始发展社会工作，当地慈善组织陆续成立，我们也看见了许多年轻人主动投入志工行列，在地的慈善力量逐渐的生根，透过共同合作、经验交流，希望慈善的脚步能够和经济动能一样快速运转，弥补经济发展中无法企及的贫富鸿沟。湄公河贯穿了缅甸、辽国、泰国、柬埔寨以及越南，在柬埔寨语中，湄公河是母亲的意思，它见证了柬埔寨半世纪的苦难，但他就如同母亲般的温柔地抚慰着柬国人民，如同来自于各地的 NGO 团体慈悲相伴，不曾离弃。这边还好。